本来就已经是明星了，放着好好的戏不拍，还要跟我去？事实上是你上赶着来找我。没事，是我努力奋斗的成绩。你听到这里边的人了吗？死鬼。你父亲的事，我不说，是因为我不想让你陷入更深的漩涡。只需要服从。这事都过去这么久了，太严了。Number One 有什么了不起？我真不知道你脑子里边想的是什么。难道你没什么想跟我解释的？我真的想对不起。我真的想生日快乐，谢了。我这人啊，五行缺爱，就这么一把，真的，和我爱你。对不起，周旭，把第二名甩出了喷了一大截。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，有着非凡的意义。每一次的机会，我都不会轻易放弃。他们将同台，他们要一起演唱这首《镇魂》的。插曲，我要听此人都要爱，让他唱十遍。时间飞行，我跟你去，你送我回家，家里有什么？我送你去医院吧。陈薇找我，只能说官心贼乱了吧。我们这一切是不是算错了？这些本来就不存在、啊。赵云兰，先把这事儿给我解决了。不好意思，可能是我们的心情。他，我们只是朋友。你看你微博下还是有那么多的留言，简直不堪入目。会，可以把这事处理了。再厉害的危机公关，在外界看来也只不过是最苍白无力的辩解手段。最近之际，就有一种办法可以平息事端。请问你对这件事情还有什么看法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们来晚了。你自己看。热搜第一，赵云兰这次也不是死罪。我只想听你讲实话，跟你有关系的人，没错，对不起，我已经失职过一次，我绝对不想再一次。我们能不能重新认识一下吧？哎。赵云兰。